嗨，大家好，我叫江鹏飞，我来自华为2012实验室。今天我给大家带来演讲的题目是 KubeEdge Powered Edge Devices with Next Generation Cloud Native Runtime。简单描述一下，就是 KubeEdge 和下一代云原生运行时共同驱动无处不在的边缘设备，将 K8s 的能力赋予到更多形态的设备上，例如智能摄像头、AIoT 智能终端设备、工业控制智能设备等。下面是有关我自己的一个个人介绍。我现在在华为2012实验室的 Ola OS 团队，我们团队主要专注于服务器操作系统领域，为华为内部的 ICT 场景提供可靠可信的 OS 底座。在2019年，我们对外开源了我们的服务器操作系统 OpenOla。当前，OpenOla 已经拥有7000家开发者，就3个4个兴趣小组，是国内最为活跃的开源项目之一。也欢迎大家有空可以去我们的社区上看一看。然后我个人也是最早一批参与 Color Containers 安全容器项目的贡献者。我当前在团队内主要负责云原生容器全栈方案在华为内部 ICT 场景的探索和落地。今天我的演讲主要从下面4个方面展开，第一个就是介绍一下有关项目的背景和动机，第二个就是介绍一下 WebAssembly 相关的一些内容。第三就是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一些架构设计功能，最后就是有关我们未来一些工作的一些展望。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做这个项目的一个背景。前期我们深入洞察了在边缘场景下面应用的开发、构建、分发、部署、升级整个端到端的流程的现状，总结出了下面几个核心的一些痛点问题。第一个就是，当前边缘设备的硬件架构越来越多样化，有 x86 架构的 CDN 服务器、ARM 架构的智能摄像头设备、RISC-V 和 ARM 架构的微控制器设备等。面对越来越多样化的硬件架构，开发者如何才能做到开发构建一致，实现到处部署、到处运行呢？越来越接近现场的边缘设备，例如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场景，对实时性的要求非常高。传统容器的冷启动速度通常都在百毫秒级别，无法满足该场景下面的一些诉求。第三，用户对于隐私问题的担忧，推动了数据分析能力不断下沉到终端设备上，迎合数据实时处理的趋势，从而进一步强化数据的隐私性，减少网络带宽，缩短时延。第四点，通常边缘设备终端的资源非常有限，有非常多的设备的可用资源都小于100兆比，而启动一个 Docker 容器引擎可能就需要上100兆比以上的内存。第五点，边缘当前运行的应用类型主要是 AI 推理、渲染转码这一类的应用。这些应用的容器镜像通常封装了整个推理框架、硬件设备等 SDK 库，体积庞大，基本上镜像的大小都大于1 GB，不仅占用了为数不多的设备资源，还导致了分发效率非常低下。第六，我们希望于可以用 K8s 的云原生的方式，在现场边缘终端设备上也可以去管理和部署我们的应用。第七，像边缘 CDN 场景，通常面向是不同的租户，在大流量请求的场景下面，可能需要更轻量、开销更小的隔离环境来执行用户自定义的一些数据处理行为。根据上面边缘计算场景总结出来的挑战和痛点问题，我们归纳出了我们在边缘场景、我们云原生的一些运行时的设计目标。第一，要具有轻量级的沙箱隔离能力，每个沙箱的内存开销要在 KB 级别，冷启动时间要在毫秒级别，并且支持跨架构运行，真正做到编译一次到处运行。第二，就是要完全兼容 K8s 的 API，支持通过 K8s 原生的方式去部署和运行我们的云原生的运行时应用。第三，支持在单节点上面同时部署，运行万级用户沙箱实例，满足 CDN 场景开放边缘计算服务的需求。第四，支持传统容器形态和新型沙箱形态的在同一个节点上的混合部署，适应不同业务类应用类型的需求。在边缘场景，我们前期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和项目。下面我们就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 KubeEdge 项目。KubeEdge 项目是华为开源的业界首个云原生边缘计算平台项目，
项目于2019年贡献给 CNCF 基金会，当前处于孵化阶段。我们 KubeEdge 项目的核心理念主要有以下五点。首先，第一点是 KubeEdge 首先基于原生的 K8S 的构建，百分百兼容 K8S API。第二，云边协同，支持双向多路复用消息通道，支持边缘节点位于私有网络，支持落网场景下面的消息可靠传输。第三，边缘自治，节点原数据持久化，实现节点的离线自治，节点故障无需 list watch， 降低网络压力，快速 ready。第四，极致轻量化，我们重新组织了 Kubelet 的功能模块，实现了极致的轻量化，组件的内存开销仅需要70兆笔。第五，边缘设备的管理，支持 Device Mapper 设计，使用户可以自定义接入多种边缘设备协议。下面另外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团队开源的一款适合在端边云场景下面运行的耶稣拉蒂容器引擎。耶稣拉蒂作为轻量化的容器底座，可以为多种数据中心、边缘等场景提供最灵活、最稳定、最安全的底层支撑，与只带蚂蚁的小个头大能量不谋而合。这也是我们耶稣拉蒂 logo 的一个含义。轻快易灵和这几个词可以非常简洁的概括我们耶稣拉蒂的特点，尤其是在边缘场景下面，耶稣拉蒂非常适合和 KubeEdge 一起运行在资源受限的设备当中。我们耶稣拉蒂项目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一个特性。第一，百分百兼容 CRI OCI SHIM V2 标准，可以无缝的融入到 K8S 为中心的云原生生态当中。第二，耶稣拉蒂容器引擎采用 C 跟 C 加加语言编写，相比于 Docker 容器引擎，百容器的内存开销减少了 68%，启动时间减少了 91%。 耶稣拉蒂面向不同的场景提供普通容器、安全容器、系统容器等多种容器形态。下面我们接着来介绍一下我们有关 WebAssembly 的一些内容。我们通过广泛的调研分析业界最新的 WebAssembly Unikernel 的隔离沙箱技术，我们发现 WebAssembly 沙箱级的安全隔离性、跨平台可移植的特性以及接近 native 的运行速度非常契合我们的目标。我简单介绍一下 WebAssembly 的背景。 WebAssembly 是一项 W3C 的开放标准，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最早诞生于 Web 领域，目的是解决 JS 语言的性能不足。现在 WebAssembly 凭借安全、可移植、高效的字节码格式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WebAssembly 的核心是虚拟指令集，它支持将多种高级的编程语言编译统一编译成 WebAssembly 的字节码格式，并在 WebAssembly 虚拟集中执行。而另一个将 WebAssembly 的使用场景拓宽到其他服务器边缘领域的技术就是 WASI， 全称是 WebAssembly Interface。 Mozilla 在2019年3月推出了 WASI 接口标准，用于标准化 WebAssembly 应用与系统资源的交互抽象，比如文件系统访问、内存管理、网络连接，类似 POSIX 这样的 API。WASI 的出现使得 WASM 虚拟集中运行应用程序可以与数组系上的 OS 的资源进行交互和访问。这里有两张引用自 WebAssembly Container Runtime for Serverless Edge Computing 的论文。从论文中，该篇论文主要是讲解了 WebAssembly 技术应用于边缘场景 Serverless 计算服务的应用。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测试结果，从结果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不同 WebAssembly 的 Runtime 沙箱的能启动的速度相比于 Docker 来说有10倍以上的一个降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内存资源也有将近5到10倍的一个降低。由此可见 WebAssembly 在边缘 Surface 计算场景下面有着非常优秀的性能。那么 WebAssembly 会取代 Docker 吗？原 Docker 公司的 CTO 所罗门汉克斯在2019年发过这样一条非常有趣的 Twitter， 他说如果 WASM 加 WASI 技术诞生于2008年的话，那么我们公司就不会再去开发 Docker 了。 WASM 加 WASI 在服务器领域有着非常光明的前未来啊！这话一说感觉就是一个画饼高手。这个 Twitter 一经发出之后，社区上也引起了大家激烈的一个讨论。但是很多人可能只看过他的这前半句话，而其实他还有一个后半句。那么 WASM
会取代 Docker 吗？其实不难，可能在未来 Docker 可以支持运行 Linux 容器、Windows 容器以及 Wasm 类型的容器。 Wasm 容器可能会变成一种非常流行的容器形态，这时这位大哥就没有把话说那么满了。其实 Docker 最成功的地方并不在于说是 namespace 加 cgroup 这套隔离和资源限制的东西，而是它定义了容器的镜像格式，这是通过编写 docfile 编译出构建出可以到处分发的容器镜像，从而使容器的可以在到处运行。而 Wasm 当前只是一个写代码的二进制文件，它想要和 Docker 容器那样流行，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当然我们看到社区上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努力往这个方向做出自己的一些贡献。下面这个表格是我们从应用开发的整个端到端的流程上梳理了 Wasm 沙箱和 Docker 容器之间的一个对比。从应用代码的一个开发流程来看， Wasm 只需要开发核心的一些代码逻辑，而 Docker 中运行的应用通常则是依赖了许多第三方库或者是一些代码框架。而从编译的角度来看， Wasm 沙箱 Wasm 应用只需要一键编译就可以编出应用一个 Wasm 二进制，而 Docker 容器需要你去自己去选择技术镜像，然后编写 Dockerfile， 最后才通过 Docker 或 Builder 等工具编译出 Docker 镜像。从分发的角度来看， Wasm 的二进制模块非常小，所以说它的分发速度可能相比于 Docker 容器镜像要快得多。从部署的角度来说，当前Wasm 借助于 Kubernetes 也可以在 K8s 集群上部署运行起来，容器当然就更不用说了。从可扩展性来说，Wasm 沙箱毫秒级的冷启动速度使得它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的扩缩容。从部署密度上来看，因为 Wasm 沙箱内存要开销 小得多，所以说它的部署密度肯定要比 Docker 高很多。然后从安全性角度来看， Wasm 沙箱安全模型主要是基于规则的 capability 和最小权限化模型，并且 Wasm 基于SFI 内存隔离机制也保证了内存的隔离性的安全，更小的二进制也减少了攻击面。 Docker 则采用的是基于 namespace 的隔离方式，再叠加上 sigcomp 这样的系统调用过滤的机制来实现安全隔离，并且像 Docker 镜像中包含了完整的 OS 环境中的二进制文件和库文件，因此攻击面也比 Wasm 沙箱来的更大。下面这个表格中整理的是社区主流几款 WebAssembly Runtime 对于 WebAssembly 标准支持 Proposal 提案以及支持编译运行的模式的对比，大家可以暂停看一下。我这里就不一一过了。既然开源社区中已经有非常多的 WebAssembly Runtime 的实现，那我们是否需要再造一个更牛逼的轮子吗？回顾我们容器生态的发展，社区最早是 Docker 一家独大，后来出现了 CoreOS 推出了 RKT 运行时。为了避免容器生态中出现大量的冲突和重复工作，以及为了推动容器生态更好的发展， Docker、CoreOS 几家容器公司就一起共同成立了 OCI 组织，致力于围绕容器的格式和运行时建立开放标准。 Docker 也将自己的运行时组件单独剥离出来，叫做 RunC，开源并捐献给了 OCI 组织，此后 Run、Wei、Kata 各种容器运行时就应运而生了。现在看看 WebAssembly 的社区，现在也好像在走类似的路。各个公司都开源了自己的 WebAssembly Runtime。你看这里有非常社区已经有非常多的 WebAssembly 的 Runtime， 这里还没有列全。但是却没有一个可以全局管理不同 WebAssembly Runtime 的一个引擎。那我们。有谁可以去管理这些 WebAssembly Runtime 呢？有没有什么类似于 OCI 标准一样的方式接口去对接不同的 WebAssembly Runtime 呢？首先，微软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一些尝试，并在2020年初开源了 KRust 的 Lite 组件。他们开发 KRust 项目的主要动机有两个，第一就是他们希望能够用 K8s 原生的方式部署 Wasm 的工作负载，第二就是为了繁荣 Rust 语言的生态，想尝试用 Rust 语言去重写 Kubernetes 组件。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尝试，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个 Keras 的项目。我们也对 Keras 类的项目做了一些分析，我们发现 Keras 项目当前还可能存在一些约束，比如 Keras 类的不支持 Docker 容器负载和 Wasm 类型工作负载同时部署运行在同一个节点上。将 Keras 类和不同 WebAssembly 强耦合在同一个组件中，无法实现不同模块的单独热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一些架构设计和功能。前面铺垫了这么多，终于到了介绍我们带来的面向云和边缘场景的云原生运行时引擎 Wasm Engine。这是我们 Wasm Engine 架构的一个全景图，它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的一个特性功能。第一个就是在镜像仓库侧的 Wasm to AOT， 它支持在远端镜像仓库提供在线的 AOT 编译服务。它将 WebAssembly 字节码编译成架构相关的机器码，真正的做到开发者一次开发一次编译，然后到处在跨架构的硬件上面实现以 native 的速度运行。第二就是 API 适配层，这是我们面向不同北向生态而提出的适配层，它不仅可以支持对接我们已有的 FAST 函数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生态，比如华为内部的元龙 Surface 框架，社区上面的 OpenFAST、OpenWSK 这样的开源 FAST 框架，我们同时也支持对接以 K8S 为核心 KubeEdge 相关的云原生的生态。第三就是我们的镜像仓库管理服务，它支持本地从远端镜像仓库拉取以及推送 Wasm 镜像，然后管理在已经在本地的 Wasm 模块，减少模块之间的一个冗余。第四就是我们的一个资源限制能力，像 C Group 提供了容器进程资源隔离使用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 Wasm Engine 也需要有相似的能力来限制不同 Wasm 应用的一个对资源的一个使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任务调度的一个模块，当有万级的 Wasm 实力运行在同一个节点上面，如何高效的协调各个任务执行，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设计优良的调度系统来控制。第六就是我们的一个 Wasm Runtime 的一个 API， 前面我们提到当前 WebAssembly 运行时百花齐放，但是就是缺少一个统一的接口来促进生态的一个良好发展。我们在实现对接不同 WebAssembly Runtime 的同时，也希望能够不断的总结抽象出一套标准的对接 WebAssembly Runtime 的一个接口。下面我们就简单展开介绍一下我们 Wasm Engine 调度系统设计的一些理念吧。以前在学习购物员的时候，我就很好奇说，为什么别人都说购物员擅长高并发，可以轻松的做到万级以上的并发请求能力。深究之后，我发现 Goroutine 协程是购物员支持高并发的一个核心。我们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测试，一个 Goroutine 协程的上下文开销只需要100到200纳秒，而一个 OS 线程的上下文切换时间却需要3到5微秒。Goroutine 的切换开销只能比 OS 线程快了20到30倍，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性能的提升。因此，受 Goroutine 的一个调度机制的启发，我们就在想，为什么不可以把 Wasm 实力当做一个个 Goroutine 呢？在用户态进行调度和管理。实际上，单节点上 Wasm 实力的高并发处理能力的同时，为了实现更快的冷启动时间，我们还实现了一个 snapshot 的一个功能。我们将热点的 Wasm 应用识别出来，然后打快照，然后这样以便在下次任务请求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 snapshot 里面快速恢复实力进行执行。既然是调度系统，我们也有不同的调度算法的一个设计，比如说最简单的 FIFO 的设计， EDF 最早截止时间算法等。我们也将支持不同的调度算法来满足不同场景的一个需求，来实现最优的选择，来提高整个系统的一个吞吐量。最后我们展望一下我们未来的工作，
当前我们的 Wasm Engine 项目正在开发过程当中，我们预计我们会在明年2022年上半年的时候在 OpenLab 社区上开源我们的项目，也敬请大家敬请多以后到时多多关注。关于 Wasm 实力之间如何实现高效的网络互通，我们也将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做更多的探索。在开发 Wasm Engine 的过程中，我们也将抽象出我们与 Kubernetes 组件之间的对接的接口，以及 Wasm Engine 与不同 WebAssembly Runtime 交互的接口，希望可以将这些 API 接口推送到社区，和大家一起来讨论，共完善这些接口，共同促进 WebAssembly 生态的繁荣与发展。最后，我们也将与社区保持同步，不断完善我们的 Wasm Engine 项目。OK， 我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